后来你见过前任吗？前不久，跟一个姑娘在抚顺路批发市场对面，一个屋顶上的露天餐厅聊天。我问过她这句话，后来，你见过前任吗？她笑着说，听说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升职了，我也凑合开了这一家屋顶餐厅。有时候你去跟生活碰撞反弹后，想告诉他，你看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能吃辣了，不失眠了，不任性了。可是，生活再也没有给你一次机会展示给他看。你别管这座城市有多小，分开后就再也不见了，生活还是要继续。你后来只是活给自己看了，也许一开始你还赌气要过得很好很好，让他后悔。我问他，这家餐厅为什么叫食物链顶端，明明是素食馆。他笑着说，有的人天生就是食肉动物，而有的人无论怎么努力，最高就是食草动物。我们都以为自己站在食物链最顶端，其实走出自己的食物链才知道，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相爱，天生就是互相伤害。你看，老虎和兔子在地上奔跑，多可爱。可是兔子在逃命，那是一种命运对另一种命运的掌控，天生就不公平。大概我这种人天生就是爱情里的弱者吧，我要很努力很努力去喜欢他，才能得到他的一点点关注，被我喜欢着，他也挺累吧。应该是分手后很久很久吧，姑娘见过一次男生，那天他们在拥挤的地铁站，他在下车，男生在上车，擦肩时相互愣了一下，姑娘下了车，转身看着男生，男生站在车上看着她，两个人突然笑了。男生突然从车上跑下来，地铁关上了门。姑娘问：“干嘛下车？”男生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两个人慢慢地走出了地铁，男生突然说：“你站在这里等我。”然后男生跑了出去，过了一会儿，拎着一纸袋糖炒栗子，笑着说，路过的时候还想起你喜欢吃这个。姑娘笑着说，啊，现在不喜欢吃了，包起来太麻烦。男生低着头，从袋子里掏出来一颗，剥开递给姑娘，你尝尝。姑娘接了过去，慢慢地吃着。男生问，甜不甜？姑娘笑着说，还行。男生说，你笑起来比以前更好看了。其实过了很久，当初攒的很多话，以为会遇见到要一句一句的说，但是真正见到他的那一刻早就放下了。你看，曾经的风起云涌，最后也会变成没话找话。男生问，一起吃个晚饭？姑娘说，好。男生问，你想吃什么？姑娘说，火锅吧。火锅店里服务员问他们什么锅底，姑娘说，麻辣。男生说，番茄。几乎是异口不同声，两个人愣了一下，男生说，你不吃了？姑娘笑着说，我现在吃辣了。男生笑着说，你确定你真能吃辣？姑娘点点头。然后服务员去准备锅底，两个人拿着铅笔在菜单上写。男生问，来两份茼蒿。姑娘说，你不吃这个？以前你每次都说就像羊吃草。男生笑着说，我现在很爱吃。
姑娘说，我们都比从前爱笑了。吃完饭他们去结账，服务员说今天是我们店庆，可以抽奖。男生让姑娘在大大的纸盒里抽一个奖券，服务员看着奖券笑着说，你女朋友运气真好。男生笑着没有解释，姑娘笑着说，你帮我挑一个玩偶吧。男生指着那个柴犬公仔说，就那个吧。感情里最心酸的也许是你也真的看到对方在一点一点改变，也深知这些改变与你有关，可是这些改变往后又跟你无关。他能轻易挑中你喜欢的公仔，你也知道他能挑中，但是你们却不能在一起了。两个人慢慢走回地铁，男生把那一纸袋糖炒栗子递给姑娘，笑着说，那都替你包完了。姑娘问，什么时候包的？男生说，你出去打电话那会儿。然后男生笑着上了地铁。姑娘拿着糖炒栗子突然哭了，她对着呼啸而过的地铁哭着说，这一次我对你没有动心。有时候你觉得你跟某人最坏的结局不过就是在同一站上车，他没有陪你坐到终点。不是的，是你们在同一站相遇，你以为会在一起，但是你们坐上了方向相反的车，门关上的那一刻就是永别。你别管这座城市有多小，分开后真的很难再见了。好好告别也是一种爱。我问姑娘，你是哪一瞬间想通的？姑娘说，有一天突然被一句话击中了，一个人在暗示我还爱你，另一个人在暗示我已经不爱你了。那天一个妹子在我的餐厅吃饭，她说，你知道什么感情最折磨人吗？他对你还有那么一点点好，分了会觉得遗憾，留着却不够滋养。就像你上一个赌桌，你一直输一直输就下桌了，可是偏偏你输一百赚十块，你输一百赚二十块，就是那一点点的小利让你上了瘾，摧毁了你所有的底牌。多少好姑娘都是被这一点小好折磨得痛不欲生。有时候你觉得为他改变了很多很多，感动了自己，其实倒不如说你见到了一种生活也不赖，你也挺喜欢而已。不喜欢吃辣的人开始尝第一口麻辣香锅，先挑爱吃的鱼豆腐。不喜欢吃鱼的人第一口吃酸菜鱼，先夹起了酸菜。你总要一点一点尝试你没有尝的生活，或辣或甜。时间真好，它会让你得到一点东西，也会让你放下一些东西，到头来你手里握着的都是喜欢的东西。相信有